devil. Tu tiens fort moi.冯墨，冯墨，别摔过去！在这儿呢，你安全了，可现在带你回去。马六，来不及回去了，找最近的诊所。前面站上有一个棚子，等大夫来，就往那儿开，你放心吧。就去那儿，开快点！ 左臂中枪，左腹也有刀伤，不过您放心，人没有生命危险。我看到骨头把他带上车了。昨天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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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你怎么样？啊？江队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行，我也不好了。可你这个伤……没事，死吧。让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。来，江队，你快点走吧。顾涛呢？前面大路已经全部被封锁了。顾涛只有走小路。那你这样，你把我放在马路上，然后让警察给我让开一条道。他不会回来接你的。江队，我们有多少战友因为嫉妒牺牲了，你让我现在因为这点伤放弃任务，我怎么对得起他们？当初在训练基地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叫我的。臭小子，这小子这次为了到顾涛的信任真是拼了命了。他们现在位置呢？苍兰站的消息刚到，说是已经回到苍兰了。哦，白沙那边呢？集散堡的物联过断了，人赃俱获全部拿下。干得好。涛哥，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活着。你小子够能打的，一个人打那么多个。伤口已经给你处理好了，就踏实跟这儿养着。谢谢涛哥，我只要回来了，在家待着，就觉得踏实。把这儿当家就好。马六，嗯，这阵子好好照顾你摩哥。好，好，好好休息吧，多睡一会儿。